Hello，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又回到我们的多伦多网络直播室。那么呢，刚才大家有看到我们的一个很大很大很大的一个 banner，那就是我们今天的嘉宾。我们的今天的嘉宾名字呢叫做史逸敏，对不对？史逸敏议员，Scott 议员，他现在正在参加议员竞选。那么呢，我们更多的信息呢，我们让史议员呢自己来给大家介绍，好不好？欢迎您，欢迎先生。您，史先生。各位观众，大家好。谢谢你。不过你称呼我这个议员的职位称呼的早了一点，提前了27天。提前了27天，大对，家同现在观众朋友们知道了竞选的日子了，对，还有一个月，是11月13号。11月13号之后，我相信应该有很大的机会，你可以这样称呼我吧？没问题，一定没问题。谢谢你。我们今天竞加油了。对，好，史先生。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您为什么要参政呢？有两方面的原因。我这次参选呢，其实每一个人候选人需要来决定参选呢，都有一个直接的原因，就是希望改变一些什么。如果你想参选的联邦议员啊，你想参选美国总统，那你想肯定是想改变这个国家的现状。那么我现在参选的是多伦多市议员，所以我最直接的原因就是我想改变现在士嘉堡的现状，这是主要的原因。但是在每一个候选人决定参选的时候，一定还有一个在这个主要原因后边的个人的原因。那么个人的原因对我来说呢，就是十年寒窗嘛，总得做点什么，对不对？不能一辈子养家糊口，退休为止，是吗？对对对，这是中国许多优秀的知识分子的一些想法理念，就是说经过了那么多年的艰苦奋斗，还是想对社会做出一些回报，是吗？我想是吧。我们中文里有一个字，在英文里我不知道怎么翻译，叫做士，就是我们古人管读书人叫做士人啊。我不知道翻译成英文怎么说，它既有我想它的内涵应该是说，有某种追求的知识分子吧，那么应该是这样理解的。我个人是这样理解的，我离那个形象还差很远，不过我希望我可以一点一点的向它靠拢。就是说你已经树立了那种目标在那个地方。我想其实很多人都在心中树立这个目标，只不过人家不像我这样直言不讳地讲出来而已。嗯，对吗？心中有一个目标是非常好的，我觉得这样对自己有信心，对自己也有成功，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鼓励。对，有一个目标。那么史先生，那据我所知呢，就是说您以前呢是学理工科的。对。能不能跟我们谈一谈，您以前学理工科，为什么现在您想去从政呢？其实我认为，既然你想，对人们的生活产生影响，你既然想改变什么，你既然想改变你身边的社区，或者是说你想改变你所你周围的一群人，只有三种途径。其实根本来说，你只有三种途径。哪三种？第一种最直接的，我认为最有效的，就是从政。你可以真正的改变到一个地区的面貌。第二种途径呢，我认为就是你去做慈善事业。我个人举个例子来说，我个人很不能理解，我们有一些朋友一谈到那些富翁就眉飞色舞的样子啊，李嘉诚有多少多少钱，我没觉得他有什么了不起 ，What's a big deal， 跟我没有关系。直到他决定拿出多少钱来捐出来为社会做点什么的时候，我才认为他的钱跟我产生了一点关系，因为他在试图改变一些人的生活。那么他想改变的这些人里可能是我的同胞啊，至少是我们的同时代人。当然第三种改变社会的途径就是你们，我认为就是做媒体，因为你们至少可以讲出你们的声音，你们可以影响人们向正确的方向思考。如果你们是高尚的媒体的话，在此谢谢您。对，媒体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对一个传播方式。
那么对于您来说，您现在就是准备参加世家堡的这个议员竞选，对不对？不是准备参加，正在热火朝天，是马上参加，马上开始就是参加这个竞选。那么现在您有没有想改变一些个什么状况啊？就是感觉世家堡这个地区有什么想改变的，想具体实施一些个什么事情？我给你举一个很普通的现象，如果你是刚来的新移民，那么在这里碰到朋友说你住在哪里啊？住在世家堡，很正常。对对对，这是对的。如果你在这里住了一段时间，生活稳定了，人们也认为你应该是在生活逐步在走向正轨的时候，比如我今天人们问我你住哪儿啊，我说我住世家堡，有时候就会有些朋友用一种比较诧异的目光看着我，那个言外之意，怎么还住那儿？我可以理解他们的背后的含义，你既然有孩子，为什么不到North York 有好的学区，或者说是你比以前生活好一点，你为什么不搬到什么十六街什么那边去？人们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就是因为世家堡在人们的心目中，在大多伦多区人们的心目中，它是个二流社区，这就是我想改变的。与其走开，那干嘛不自己做点什么事改变它呢？我其实很喜欢我现在住的这个地方，我住在世家堡没错，而且我的孩子也在这儿读书，我也在这儿工作，我其实很喜欢这个地方，我希望它能够向正确的方向变，变得越来越好。那是不是就是说一开始你想从这儿，就是说是你产生这种想从政的想法，就是想改变这个地区的环境啊，各方面的你都想，希望通过你的努力能够去改变它，所以你有了这种从政的这种意念和想法。是这样，是这样。其实你想从政嘛，就是一定你有很多事情看不顺眼。以前我也有很多事情看不顺眼，不过叫做什么？报效无门呢，那么现在到这个地方，给了个机会，我又看到身边的事情看不顺眼，那我觉得有这个可能，那么有这个机会去做点什么。我当然可以仍然去安安稳稳的做我的生意，退休为止嘛，这个很简单。但是既然有这么一个可能性，我认为我可以比别人做得好，而且我看到了，我确实看到了问题的所在，那为什么不去试图把自己的观点介绍给你的邻居，介绍给你社区的其他的朋友，让他们试图让他们相信，让他们相信你能够帮他们把事情做好。这就是从政，从政就是我想就是帮助邻居嘛。广义的来说，就帮助你就是在更广泛的范围内从政，那就是帮助范围地域范围更广阔的邻居。那么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您目前这种状态，就是参加这个竞选现在的一些近况呢？我觉得一切都在预料之中。我从来没有认为竞选是一个容易的事情，它有大量的时间精力的投入，组织的工作非常非常的艰难，现在就是说很选战打得很艰苦，但是这一切的艰苦也都在预料之中，就是就应该是艰苦的嘛，对吧？就像我们刚移民来这里的时候非常非常的艰苦，但是也是在预料之中，对吗？本来就应该有这么一个过程，不是吗？那就是说在你这个从政这个当中，就是在参加这个竞选当中吧，在你那个社区当中有没有就是说异族，比如说像什么韩国人啊，或者是印度人，就不同的种族嘛，你觉得对于他们争取一些对于您的支持，你有什么想法？对我来说，我认为争取少数族裔的支持是比较直接的，因为原因是因为我分析我们这个区世家堡区之所以演变成今天这个状况，我觉得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多元文化的特殊性没有被很好的照顾到，所以我的政纲里边就是主要的突出要提高少数族裔社区这个族群的利益和地位。那么这份政纲呢，
在我们拍门拜票的时候是比较容易的向少数族裔的邻居解释清楚，一说他们就明白了，对吗？我上台之后，那么我就要推动我们的社区治安有问题，其中和我们的治安警力族裔不够多元化有关，对吗？其中和我们这个社区找到有保障有尊严的工作的这个人口比例偏低有关，那么我上台以后我就要推动，比如说包括 TTC 在内的各个市政府的部门要大力的推广他们雇佣少数族裔的雇员，包括我们的警方我们要大力的推动去让我们的警力多元化。这个道理是跟少数族裔的邻居和朋友容易解释的清，但是容易的解释的清楚，但是当我拍门拜票的时候出来的是一个白人就是白人邻居，那么我可能就要多费一番口舌跟他讲清楚，这种表面上我为少数族裔来争取公平的这么份政纲，实际上是符合我们社区每一个人包括他的长远的利益。因为在社区之内，如果某一个群体少数族裔的群体不能受到公正的对待，这个社区的紧张总是存在的，那么对社区内的每一个人包括他也是不利的。但是这要多费一番口舌吗？你就算多费一番口舌，他也要跟着你一起思索才能够明白你的苦心嘛。但这又不是一个拍门拜票的时候短短的那30秒可以解释清的，所以就有这么一个。所以这也是在这里面有一点辛苦的一个地方，就是要费很多口舌去说服这个区域的一些个人，一些像您说的白人，对不对？那么好，那么在您参加完竞选之后对您的生活有什么影响吗？比如说在您的生活上面家庭方面有没有什么一些个小小的影响，一些个小故事有没有？天翻地覆。天翻地覆。方便透露一下您的孩子多大了？我是老大7岁。7岁。已经有2年的政治经验。他5岁的时候是第一次跟我去帮当时我助选的候选人去拜票。5岁的时候发单张这样请你投某某某一票好可爱。我的老二现在5岁。5岁那么真的是天翻地覆两个孩子都很小，正是很淘气很爱玩的时候，然后爸爸呢又天天在外面忙，那家里有没有一些个发生一个比较有趣的一些小故事呢？我相信一定有很多有趣的小故事，只不过我见不到而已。因为我每天早晨跟孩子的唯一的接触就是把老大送到学校，然后我就离开了。那么等我你想我们晚上拜票回去，我们有些义工支持者也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车我要一个一个给人家送回家。那么我再回去的时候往往他们都睡觉了那就是说在你参加这个竞选的时候，就是太太对你的支持力呢？对这是一个其实很重要的方面。对这也是我能够比较容易的做出这个重大决定的一个正面的和支持的力量。他是我最坚定的支持者，他丝毫的没有犹豫，而且甚至他认为，他比我还强烈的认为，人生不能荒废。你如果是有能力，帮助你周边的人们做出一点什么，那你就应该去照着这个去做。养家糊口赚钱，用他的话说，每一个男人都会。你真的很幸运，这么一位好太太，我觉得也是。我觉得您这位太太真的是和普通女人是不一样的，她有的更高境界的一个思想意识，我觉得是真的很好的一位太太。所以说嘛，成功的男士背后都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支持的一个太太。谢谢你，谢谢你。好的女人。那么史先生能不能给我们谈一谈，就是说您到加拿大几年呢？我是97年搬来的。九七年到现在。那我觉得这时间不算长，那也不算是很短。对对对。但是就是说在这9年当中，就是说您都经历了哪些过程，能跟我们说说吗？我觉得太典型了。我是大陆技术移民来的。每一个跟我一样来的人都走的一模一样的路啊，来的时候就是茫然不知道做什么，很失望。你知道
我们不像你们一毕业就来了，年轻嘛，怕什么？嗯、我们那个时候就是事业都已经在国内有一点起步，来了以后从头开始就感觉好像会有一些挫折感呢、啊。对对对。就是当时很茫然，然后很难做回专业工作，一切都从头来起。那么当然心理的打击是比较大的。那么人嘛，尤其是男人，好面子的，对不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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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社会地位一下子没了，对吗？原来是以前不能说怎么样，但至少也是人们尊重你的。那么到这边呢，那要重新的去赢得落差太大了这个尊重，那还是有一个过程，对吧？但是我想没什么特别吧，人人都是这样。我觉得每一个技术移民来的，到现在生活下来的，在这边扎下脚的，都是好汉。对，那我看到你给我看的名片吧啊、嗯，你又自己有自己的公司，然后又有旅行社，那你是怎么会产生想做这些事情呢？你是指生意还是指对政治？既是有生意、嗯，我就是说，在你在从政之，比如说你现在从政、嗯，那么在你之前你是做生意，嗯，对吧？嗯、我就是说，你那时候为什么去选择去做生意？嗨，都是让改革开放害的。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正是国内那时候你还小了，你还不知道，正是国内80年代中期那个商品大潮刚刚起来的时候，所以校园里面都弥漫着一种比较浮躁的气氛，都愿意想早一点进入社会去赚钱，而且都认为，做生意，当老板赚钱是一个很好像很向往的一个事情，因为反差很大嘛。我们在象牙之塔里面读书。但是人家都在下海都是下海了，在秀水街卖几件假冒伪劣衣服的人家在赚大钱，所以对思想上的冲击是很大的。嗯、那么就没有就那个时候就比较急切的就没有想去读书，那么就出来工作。那么工作的时候也一直想，哎，应该去做生意。其实现在回过头来想，这个还是应该留在校园里再多读几年书的好。对对对，即使上了班的人都想回校园，在校园里的人都想快点毕业。那在无形之中，刚才Scott 已经透露了他是北京人了。啊，我是北京人。你怎么那么明确？他也是北京人，因为我是北京人，并且他说了一句秀水街。对呀、啊，所以我很清楚。那么在北京更受政治的影响，所以对于选议员来讲也有一些个关联，会不会？因为北京人比较喜欢政治，比较爱政治方面一些比较喜欢讨论政治的东西。对，因为在皇城脚下嘛，对、啊，所以跟政治接轨接触的比较多一些，会不会也对你有一些影响呢？北京人嘛、嗯、眼高手低，对吧？好空谈，所以我可能也是一个典型代表吧。但你今天不是空谈了，对对不对？因为你如果是竞选成议员的话、嗯、你要从政，那么你要做很多事情为老百姓做。那么就今天而言，就是说如果你已经当选你议员的话，你将会实行哪些政策，实行哪些大纲对这些老百姓、嗯、其实这个我们现在脚下坐的这个地方就是释迦堡、嗯、是在我的选区的边缘、嗯、释迦堡我们道理一说都明白，释迦堡当年是一个很农村的地方啊、嗯、我在敲门拜票的时候出来那些老人家他们在这里住了20-30年，告诉我以前他搬来的时候隔一条街就是农田，就像现在的 Major Mackenzie 那边一样、哦、那么在过去的这20年里边，尤其是过去的十几年里边，释迦堡这个社区发生了急剧的变化。那么这个变化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充分的做好了这个心理准备。20年前的那个充满着田园风味的释迦堡已经一去不复返，不复存在，也永远不会回来了。那么如果你没有充分的意识到，没有在居民们没有在心理上或者是在各种市政府在各种服务和组织上认识到这个变化，就像我们今天的市政服务一样，就像我们现在这个前任的市议员所做的那样，
那么他没有去适应这个变化，那么没有为更好的对这个变化做准备，那么这个石家堡就会被逐渐的边缘化，那么原来住在这里的人们就会念念不忘他们的美好时光不复存在了，那么我们新来的人们住在这里的，那么他呢也可能不会去调整，我们既要适应它的日益多元化的现实，但是要怎么样能够把这个多元化变成释迦堡的多元化，是迎合了释迦堡原来特质的多元化，这个就是问题的症结。所以我认为我如果上台以后我就提出这个政纲，就是要建立一个更紧密的更多元的一个社区。为什么20年前15年前广泛的在释迦堡存在的这些邻里守望啊居民协会他们不复存在了，是因为他们的居民结构发生了迅速的变化，那么当时在任的这些政客们又没有负起一个领导的责任去让这种社区组织适应这个新的变化，就造成了不同族裔之间的彼此的不理解就造成了紧张，那么紧张往往就容易形成发生一些问题。所以您上台之后还是我觉得还是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要调整这个大家互相之间族裔之间的一个调整，要和谐融合。对，大家既然是生活在加拿大这个地方，是多元化的地方，对，所以大家既然是多元化，大家就应该互相学习，互相包容，互相的来啊、变成一家人，真的像是地球村一样。我觉得就是这样，那我们加拿大就像一个地球城市，世界城市。其实这是加拿大最最伟大的地方。我不希望加拿大变得像美国一样，像一个染缸，任何人掉进来都被染成这个颜色。嗯，我认为加拿大应该是一个丰富多彩的加拿大，是应该一个我们可以既能过啊、这个希腊的节日、印度的节日、中国的节日，还有传统加拿大节日的这么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对，这个我觉得有人经常说加拿大没有特色，没有加拿大本土的东西，但是我觉得这就是加拿大的特色。对，你说到多元文化的特色、嗯、因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在我的朋友里有了很多的外国人的同学里面，他们都会说很多国家的语言，这是任何其他国家，比如说美国，一个美国人他不可能会说很多很多国家语言，但是在这边的很多人都会说很多国家的语言，这就是因为他们的多元化，父母的结合。这个我认为就是，如果说我们有一天在某些地方能够显示我们加拿大人比美国人更优越的话，有一天会超越，在某种方式上或某种方向超越他们的话，可能就是在这里。我在美国住过2年，我深刻地感到美国人有很强大的大美国主义，他们认为the America is the world。如果你在中国问到一个老外啊，你从哪里来，他可能会告诉你 coming from Germany, coming from France。 但是如果你碰巧问的是一个老美，你从哪里来，他可能会他不会跟你说 I'm American, 他很有可能他会跟你说 I'm from Louisiana, I'm from California, 因为在他的世界里边那就是他的世界，对吗？这就是我们今天加拿大人优胜的地方。我们在加拿大生活，我们的子女他们在学校里会有不同肤色的同学，他知道天地并不仅仅是这小范围，你说的，而且是一个很大的世界。对对对，所以我认为这就是我们加拿大的优势特色呀、那就应该去巩固它发扬它，而不是去用一种恐惧的态度来压制它。对，而且是让大家融合在一起。对，好，那么在您竞选之后有一些什么更好的一些个所见所闻呢？竞选之后都就是毕竟会所见所闻会比以前，对，比以前不一样。以前也参加过很多的竞选啊，各方面的。那么在这一次议员的竞选，那是非常不一样的，是跟加拿大的政治官方有关系了。所以啊，我就劝你们啊，有空啊，多跟我那儿做义工，跟着我去拉票，能见到很多有趣的事情。我们。现在观众朋友还有谁比较想支持我们的这个议员这个 Scout 的候选议员，那么快点过来做义工。我们现在招寻 volunteer。 你可以遇到很多有趣的人，有趣的事。我给你讲个例子，我前几天去拍门拜票，刚刚敲门出来一位老妈妈，听口音呢，不是四川人就是福建人。我还没有张口，我这个单张刚一拿上去，哎呀，我知道你是谁了，因为他前一天刚刚从环球华报上
看到有一篇我的专访，有我的那个照片，有我的那个大头像，很帅的，看上去像个地产经纪人。然后他说啊，我已经看到你的报道了，我家有四票，你不用多说了，全都投给你。哎，我当时真的心里真的是很感动，我说很激动又很高兴。对，我说这真是相亲的力量。如果你这个竞选的过程，我真的没有认为敲门拜票是个很辛苦的事，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事。对，而且你也可以认识到很多很多不同类型的人。十步之内必有芳草嘛，你如果永远不讲出你的理念，你就可能会总有点那个好像觉得曲高和寡，没有人的那个跟你有同样的追求。但你讲出来了，你去跟每一个人讲的时候，你发现原来有这么多支持者。这是你意想不到的效果。我意想不，我真的是意想不到的。那么也有我从我们香港来的老人家，我一敲开门，尽管就是说我不会讲广东话，我第一句话我一看是也就是有可能是从香港来的这个老人家，我不会讲啊，我说你能不能听懂我讲的国语啊？我说，因为我认为如果听不懂我讲的国语，那就是真的听不懂国语了，对不对？听不懂普通话，北京人。对，这是正确。但是尽管他们不太会讲，他说会听小小、对，那他们耐着性子听我完，那往往都说，哎呀，这个我一定会投你的票啊，你放心吧，你太客气了，我真的是觉得血浓于水是真的颠扑不破的道理。觉得有一点感动。在这里，我觉得像这些早期来的香港人啊，或者后期来的香港人，他们说广东话，尽管你看他们刚来都在说广东话。大陆移民后期来都讲国语，那么他们现在呢？因为现在他们也能开始讲广东话，能够听就那个讲国语嘛，也能听懂那个国语。我觉得真的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你像有一天我碰到一个来到这20几年的一个老爷爷，我就问他，我说我说的国语能听懂吗？我能听懂，他能听懂，他说我还会讲几句。我觉得真的是很了不起。你说像我们大陆很多大陆移民到这边来，我们都讲国语。但是我们也有很多年轻人在学广东话，对。但是说老年人再去学广东话，我觉得那肯定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并不容易，对。但是他们呢，就是很能适合这种潮流，就是说，比如说像你们参加这个竞选，这个议员，那么他们肯定也很关心这件大事，因为毕竟是我们华人嘛，大家都是同一种血脉流出来的血，都是一样的，所以很支持也很关心，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的心都结合在一块儿，我想这个支持率一定是非常高的。是这样，我尤其是我觉得其实坦率的说啊，我们华人呢，在传统上其实是有一些族裔的成见的，对吧？我们有句古话就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对吧？就是我们传统上我们华裔呢是还是有一些。就是说族裔的成见，那么不同地域的人，大城市、小城市、南方、北方啊，港台之间也是有。那么到了加拿大这个地方，我们追求的是各族裔间、各个肤色间的平等。那么我们华人之间，首先就要打破这个隔离，对吗？就是我们无论是香港来的华人，两岸三地任何一个地方的，对啊，我是啊，你是大城市来的，你是小地方来的，都一样，对吗？我们为什么来到这儿？我们是因为我们喜欢这儿。我们喜欢这儿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每一个人都是平等在这儿。对啊，所以我也特别的感动，看到跟我有不同的文化背景的华人来支持我，我也愿意朝这个方向去努力。对，我们今天也是在这里给大家来拉票了啊，就是如果大家有人住在士嘉堡这边的。准备好投票，四种形式可以帮我，可以给我做义工，不是给我，是为士嘉堡的未来做义工。对，可以为士嘉堡的未来捐款。嗯啊，那么也可以，如果您住我这个区呢，在您的草坪上插一个牌啊，来支持我，壮壮声势嘛。啊，当然最重要的一种形式是您自己、您的家人告诉你每一个认识的朋友，投 Scottish 一票。大家一定要记住了，一定要投我们的 Scout 一票。那您对这个竞选结果有什么预测吗？一定会成功？
那当然是啦，当然是啦，今天没有很有信心，我相信一定是获得成功。我觉得今天采访完 Scott 来之后呢，我都觉得是很有信心那种感觉，因为他的感觉给人家就很有信心。对，所以呢，大家呢投 Scott 是正确的选择，有点像广告台词，但是真的是正确的选择。对，那么呢，今天非常感谢我们 Scott 的候选人来到我们的节目做访谈，希望呢27天之后，11月13号那一天，我们能听到更好的消息，然后再一次来到我们演播室的时候，我真的可以成为您议员，谢谢，对不对？谢谢您来到我们直播室，对，谢谢您，谢谢各位观众，谢谢大家。那么今天呢，谢谢我们的直播室节目就到此为止了。那么希望大家有一个很好很好的晚安。OK， 大家拜拜，晚安，再见，再见。